为什么个头矮小的长老却能轻易掰弯十字线的手指？只因他是血统稀有的头领战士，即能将头部和身体分离的特殊变形金刚，由身形矮小的人类躯体部分来组成头部，身体则是一辆银色的阿斯顿马丁 DB11。 在漫画中，当两者融合后，体型庞大的就连擎天柱都只能望其项背。但为了保存能量，长老这才一直以管家身份示人。 身体则是进入长期的休眠状态中。他与好友斗牛犬和中尉共同守护着维克维根家族，在侍奉伯爵家族长达数百年的时间，长老亦学会了许多人类的技能，例如优雅的弹奏一曲蓝色的多瑙河。而作为浪漫的英国绅士，他也会为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烛光晚餐。不过需要将自己当做鱼雷发射进深海，这才能满载而归。虽然实力不亚于一般的领袖，但长老的脾气可谓十分暴躁。 他会因为男主对女性的不尊重而瞬间暴走，这一套丝滑连招差点让变武直接举重。开车时，他更是会因为路上堵车而感到不满，直接化身怒路一族。长老的头部还能变身为一门致命无比的嘴炮，一击之下精准毙命。影片最后，伯爵手中的拐杖化成手铐偷袭威震，却被其反手一炮轻松带走，只留下伤心不已的长老。